用一个嘴皮，讲话我替你报销秘密，有记得吗？当然嘛有记得。啊，不过对恁爸起码足不满的，伊起码竟然敢欺负阮哥，和阮哥过来安尼起来嘞。你要安怎处理才好啊？我知啊，我一定想办法替恁哥出一口气的。我会帮爸，我都伫迄个工地阁继续做落去，安尼会袂啊？ 哎，李相啊！哎，你现在怎样啊？老主任啊！老主任，你腰无好，这对查甫人来讲哦是致命伤，你敢有白心？啊，你腰是咧偌好？哎，你敢安来落去？你的手敢碰会着土卡 ？Of course！ 哎呀，无法哩！来啦，我来给你斗三工啦。 我已经跟恁阿姑讨论好啊，阮决定要请一个专业经理人来做公司的总经理。你要请一个专业经理人来做总经理？这个代志你也无事先甲我讲啊？是啊，我嘛是股东呢，是安怎这件代志我唔知。歹势啦，啊我就是讲哦，我甲恁阿姑两个大股东的股份加起来就已经超过当时会一半。 而且是讲，阮两个人讲好就好，要甲恁通知着。啊，不过也是希望恁会当尊重阮的决定，啊，未来好好甲迄个新的总经理配合呢。阿姨啊，啊，你袂跟最近营运状况安怎啊？啊，我拄啊，当咧看相啦。老实讲啦，迄袂做开幕时阵哦，也是真好啊。啊，不过即个开始哦，迄业绩是愈来愈歹。我其实今日我会来关心恁袂做的状况嘛。 主要嘛是甲阮公司最近当初改善关系啊，当初的市委哦，也是去予伊，阮也跟伊推荐的洪生医院的副院长提起啊。咁讲这周小安想要撤出红毯的经营哦，伊野心够真大。哼，伊野心不是遮尔啊大啦，我嘛搁在世的时阵，对伊提红毯金嘛，伊叫我拿金哦，不准插手公司的代志啊。只是想袂到，我嘛是离开了，伊就随家手，从阮公司内底啊。即嘛甲这伊拢真烦恼。 伊个公司一定真大变化。看起来应该袂真出我这边啊，刘三太，真久无见，想袂到我拢暗加安尼，你阁会真出我。这人面容搁敢若改变，伊眼神绝对袂变。 我念经受悔，从算是深深了解着，我的罪可拢是我家己出的来。唯有搁害你顶半世老这样尼罪苦，我欠你一个死地。你这么看起真善良啊！我即马伫咧火炬，也未丢这清洁工啊。 呀，我敢会当拜托你，替我保守这个秘密，莫甲我的代志讲给贵军人知影。是安怎啦？就安尼做，刘佳瑶伊才袂提给我咧，安尼我才会当找着，还是陈浩的证据，替陈浩保守的。好吧，我知，我替你保守秘密。